来介绍一下。没错，只要做善事的人，自然会多挣一些的。嗯，底下500块钱如何？不能不太多，我们又不是什么武家，我们都自己有信心。有人来参观的时候呢，发方的共同交流，详情你们的画作，交白出去应该不难的，说不定能卖更高的价钱。对呀，我都说了，有话可以卖到5000块呀。两个就叫拜拜去，中奖呢？拜拜去，来，你写啊。